将酒解愁一杯人难着心事醉生梦死人念风做你爱到何时这个我有一点怀疑啊，你看那个牌子有没有？人家就叫你什么江志峰吗？对不对？是江志峰。哦，我觉得叫王峰是这样还是？是啦，哎，这边两道鬼啦，对。哦，还会这边人啊？哎啦，哦，就是讲江志峰，我那边封王江啦。不是啦，阿斌啊，那我妹妹有那边封王乳。是讲，那个粉丝提名个提唔到伊，安尼这里嘛是真正。其实这是安那，原本是因为江志峰上位这个名是风嘛，哦，那你不搞好这个王，哦，就是这个风王的，是不要讲用风王，为什么用风王？因为我是风王，那他们就是小蜜蜂，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家族一样，大家分工合作。哎呦，他是风王，歌迷小蜜蜂啦，这种形容词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么恶心的。那我贴切的，你也别买一封啊，对吗？对吗？家己自封封王，不是不是，这喜欢喝，这喜欢小蜜蜂，那不这是因帮我喝的，我喝了。哦，是是是，我来讲，统统推给他。伊粉丝团就这哦，咱只能卖个亏。江志峰粉丝团在哪里？啊哦，就不一样的。伊粉丝团是买是合唱团，你知无？哦，新疆。一九二二九，因阿姑当时那个男同志。行大哥写的，不是你讲到粉丝团了，我还讲，我妈不是超多吗？你粉丝团刚刚看起来大概都三十岁上下，25岁左右，对不对？大家欢喜啊嘞，平均70岁。我的粉丝团你知几岁吧？几岁？差不多18岁无超过20岁。真的假的？哎，拜托了，你演了 Lucy 之后就变这样子了。哦，我去机场，我真正没超多，我入去个机场要代表拍戏哦，机场叽叽叫，哎，无啦。
看到我，哎呀，新大哥，新大哥，规定哦，差不多拢后查甫后查某哦，无超过二十岁啦，一定超二十几个安尼来，好来甲我围咧，哎，请问可以拍照吗？安尼，哎，我唔捌讲有拄到粉丝讲，你若讲四五十岁，我感觉讲啊，正常来应征，哎，二十通位啊，哎，咱纯娘讲心肝内，咱嘛足爽的啊，是领导人要啦，我啊规定真正安尼讲，叫我拍照，好啊，拍照来，好规定都拢摆好势啊，秦大哥，提一个迄个卡片来，叫我甲因翕啊，你帮他们拍照。翕翕袂来讲，也无教我翕做因走啦。哦，回起来啊，是念念书了对啦。